女子钢琴中学的亲人梯队，彰化女中乐仪队，在孔建国校长的推动下，每年都参与彰化县国庆大会的演出，并且多次支援彰化县的地方活动，获得长官及地方人士一致的好评。现在请场内所有的长官贵宾起立，向会旗致敬。是以中华民国国旗的青天白日满地红作为主色泽，再构成一个梅花造型，象征继往开来的独特风格形象。整个形态表现出一个动态的大滚球，不停的运转，不断的缔造无限的希望以及辉煌的佳期，发挥各族心连心与体育文化的相互交流。首会旗就是三位精心挑选的同学，他们轻身活力，整齐的步伐，充满自信的通过司仪台，在会旗后方努力的队伍，首彰化县联合啦啦队同学，他们将披着像是个百年学运 logo 五色鸟。